时代的巨轮不停地向前滚动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4G 网络的快捷和效率更将这数十时代推向另一个极致。所有人追求的不外乎一个快字，无论何事越快越好，仿佛只要稍微慢了一些就会被时代给淘汰了。然而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慢下脚步，看一看身边那一抹被忽略的景色呢？